希望今日赶海能发财啊！计划找上赶海的，太粘脚了，太缠脚了。呀，海洋垃圾，好脆呀，这垃圾！今天终于听我女粉丝说我戴手套了，估计一会儿我又得摘下来，太热了，出汗了。但摘下来又冷，这个也完蛋了，这鱼鳞都掉没了，不新鲜了。看看来，哎呀，垃圾带走啊，好自为之。走了，兄弟啊，不想说话，只想捡东西，安安静静的做个美男子。哎呀，感觉海螺少了呢，冬天一到，那么冷的天儿，来点大货，光是这东西，哎呀，我也是醉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，这夜景，沙滩上空荡荡的，哎，月光真好。我去，是老伯，好久没给大家讲一段了，我去。天哪，三连五连啊，六连哦，不能办了，七连八连，天哪，哎呀，你看这缝里，这没法扣着，一扣手容易包破了，拿了它扣出来，扣完这个又看见一个，我也是醉了，放我旁边，冻得那手唰呼唰呼的，一滑手就破，放旁边，一会儿捡起来。那天给我要海螺那个粉丝啊，你再找我一下吧，我找着了，我找着了，我捡够了，我真是醉了，哎，够了，又够了，这今天又发财了，爷们儿，收获好大，哦，这么灵吗？这水啊，什么呀？炸毛的海葵真有意思，咱就不逮它了，给大伙看看，炸毛了。不过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这么仔细的拍啊，这个水真烦人，走吧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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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着嘴儿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爷们儿会发现吗？爷们儿会找货吗？哎，我带个粉丝轮可有意思了，我去，光在那喊。走，我给他放一个村儿的来，那可不，这啥情况来？我那俩粉丝从前面捡过去就看不见，我也是醉了，啥哟，吃萝卜，我捡一下吧，这吃萝卜碰见了，不捡白不捡。收下，嘿，完美生活呀，如此过娇呀，看这个是不是吧。爷们儿，我弄不起他来，爷们儿。壳子。站一个。哎，也是壳的，也是壳的。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大唐不夜城嘛？知道为什么叫大唐不夜城吗？这是我们这里的大唐发电站，
真辉煌呀，好几百亿的东西就是不一样。